嗨，大家，我是 Zoe。在进入正片以前呢，我想说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支影片的整个流程。今天其实就是这支影片拍摄的日期，其实是我生日的前一天，所以当天呢，其实本来是要去吃我的生日大餐的。然后我当天也是没有打算要拍影片，但在出门之前，阿哲突然跟我说，你要不要还是带个相机记录一下，就算没有要分享，没有要上传到 YouTube， 也可以当做个纪念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因为其实那天就是没有行程，只有当天晚餐的行程，所以我就想说也没有要上传 vlog 啊或是什么的。但他这样一讲，我就是还是带相机去拍，所以前面几乎是没有拍任何东西，除了从进餐厅开始。所以我想说拍这支影片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当天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当天我真的就是以为我只是去吃生日大餐，所以就算是去比较高级的餐厅，我也完全没有起疑，完全不知道他当天要对我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对，总之这支影片就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就先去看正片吧， Go Go！이사합니다좋지도않았는데조금씩불어오면은밤하늘이반짝이더라긴하루를보내고집에들어가는길에네생각이문득나더라어디야지금뭐해나랑별보러가지않을래너희집앞으로잠깐나올래가볍게겉옷도하나걸치고서나오면돼하늘께그렇지만네손을꼭잡을래멋진별자리이름은모르지만나와같이가줄래찬바람이조금씩불어오면은네생각이난그렇게나더라긴하루끝고요해진밤거리를걷다밤하늘이너무좋더라어디야지금뭐해나랑별보러가지않을래어디든좋으니나와가줄래
是拉丝。嗯。带不要。꽃이여기두번하는거지금은잘보이네挺好吃的，酥皮浓汤。哦，是锅巴煮，好喝好喝。哇哦，是 lobster 耶。天开始变暗了，外面下雨，什么都看不到。哇，我먹어봐，맛있어？嗯。哇。네这边的餐都蛮好吃的，감사합니다잘나온다너무좀뒤로가어那总之就是整个求婚的记录就是这样子。那阿哲就说他整个求婚过程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支影片他就没有跟我讲这样。那这间餐厅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棒哎，因为其实这间餐厅感觉是求婚的圣地嘛，因为那边我们当天呢一整排都在求婚，可是当然他会错开每个时就是求婚的时间点，比如说会5点10分、20分、30分这样错开，不然大家同时求婚就会有点好像有点扫兴嘛这样子。然后食物我也觉得很 OK，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打算要求婚，有打算要在韩国向另外一半求婚的，这一间我蛮推荐的。虽然我是不知道就是要怎么预约啦，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我不想要查了之后就有一点扫兴的感觉。那其实后天就是我的婚礼了，那我就想说在婚礼之前赶快把这支影片就是上传跟大家分享，那也可以当做一个整个
就是结婚的过程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小小的过程。我当天真的是吓到，然后哭到不行，因为我就觉得，因为真的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然后我跟阿哲其实也在一起快八年了，然后就是本来也是觉得啊，已经也没有什么小惊喜啊，还是什么，就是很老夫老妻这样子，就是走入婚姻。然后阿哲也是准备了这个小小求婚惊喜，我自己也是觉得蛮开心的这样子。那总之就希望这礼拜六的婚礼可以顺利，一切顺利。然后对，那也谢谢今天大家看这支影片。那对。那喜欢这影片不要忘记按喜欢，那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